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大综艺，我是张淑玉。今天的旅程啊，又要开始了，赶快来认识一下现场与我们共同出发的二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史君。大家好，我是陆林烨。在旅行的过程中，我更喜欢去探索一些未知，获得一些新的知识。不过也有朋友说，我喜欢去曾经熟悉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用全新的视角打开这里。来吧，踏着歌声，咱们出发。一座古意盎然的风雨桥，一株千年油茂的老槐树，一眼喷涌不绝的珍珠泉，一尊见证岁月的四不像。刚刚走进密旨镇，就感觉到这里是个有故事的地方。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月亮出来亮啊啊！这耳熟能详的旋律，想必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吧。这里就是被称为东方小夜曲的世界名曲《小河淌水》的故乡，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密旨镇。哇，很自然，很自如啊。北京走吗？哦，哇，酸的，哇，好酸。如果你来到密旨镇，将开启怎样的旅行呢？听听当地老乡的推荐吧。来密旨一定要唱弥渡民歌，一定要吃我们弥渡的大鱼台大青菜，一定要吃我们的弥渡菌旗，一定要看密旨花灯。哎，大家好，我是陆伦一，这里是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的密旨镇，今天我们的乡村之旅就将从这里出发。弥渡县的密旨镇，旨充满着福祉，是一块有福之地。先问问小陆哥，探访了这么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木心先生在《从前慢》里面有句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过，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觉得这句话跟这个地方是非常契合度高的。这个地方原来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的一个驿站和必经之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了解了故事，你再去听那个小河淌水，就会听出不一样，更有这种韵味的心境和味道在里面。嗯，更有浪漫色彩了。我们讲品味一个地方，实际上是很从多个维度和层面。像密旨镇，它本身在茶马古道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融合了大量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啊，不仅仅是有当地的世居的白族、彝族，还有汉族啊，多个民族的这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就带来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种多样化的文化。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着音乐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您是打哪儿来？攀枝花的。哦，攀枝花，这儿您知道是哪首民歌的这个故乡吗？小河淌水。小河淌水，哎，您会唱吗？会唱，唱得不好。他唱歌唱得最好，我唱歌。你看，你看，有人点他唱歌唱得最好。听两句吧。来。怎么样，这首歌的歌词旋律我想您一定也非常熟悉，这里就是刚刚您听到的这首《小河淌水》的故乡大理弥渡县密旨镇。从密旨镇走向世界的小河淌水，几代歌唱家都会把它选作自己的必唱曲目，在世界乐坛上拥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东方小夜曲，越来越多的游客都会因为它慕名而来。这首茶马古道上的情歌，讲述着马帮的赶马人阿哥走进深山之后不知何时归来，阿妹对阿哥的那份相思。也正是因为这首歌，
镇上的这棵千年老槐树被称作望郎树。像阿妹伫立在村头，望穿秋水，望弯了腰，盼着阿哥早日回来。这条古巷子呢，叫做文圣街，是滇西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当时昆明通往东南亚各国的一个交通咽喉。我脚下的这个青石板呢，铺成的路叫做引马石，就是引导马帮马儿从这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指引。虽然它已经失去了表面的光泽，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了，但是也见证着马帮来来往往留下的这样历史的痕迹。您看到这个呢，叫做长角啊，是一整块的这样的灰青石打磨而成的。这个地方呢，两边都有这样的孔洞，过去呢还有这种铜环，都是为了我们的马帮啊，在路边把马儿拴在这儿停留所用的。今天来到这里，走在这条小街，就能立刻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所在。过去的文圣街是茶马古道上必经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内地的盐、茶叶等物资都在这里交易中转，经过岁月的洗礼，昔日的繁荣早已不见踪影，但是赶马哥和阿妹的爱情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当时在密旨啊，最有名的马帮有两支，尹家马帮和李家马帮，而尹家的后人尹仪公就是小河淌水的整理、改编和填词者。尹仪公先生就出生在密旨镇的文圣街。1947年，他从密旨众多的民歌中选择《放羊调》和《月亮出来亮汪汪》做素材，小河淌水就此传唱开来。在尹仪公故居，除了小河淌水，我还发现了很多首耳熟能详的民歌。你风风为采花市，两山伯为祝英台。小小花苞，双翅那双锦飘。美丽绣花苞，挂在南郊。迷渡山歌、绣荷包、十大姐等等。没想到这么多经典民歌都来自这个小镇，密旨镇被称为民歌之乡，真的是名不虚传。只要你走进文圣街，很有可能就在哪个街角看到这里的村民在唱歌。他们在最自然的生活状态下唱民歌，那就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山对上来，爱对爱，小河隔着过不腻来。古道铃响马帮来，桂花庆边传歌声。这里是小河淌水的源头，有一棵1800年的桂花树，桂花庆也因此得名。听说密旨镇的民歌手会经常来到这里对歌。迷渡民歌传承人周美润就带着我一起来到了这景色秀美的桂花庆。小陆，你看，这就是小河淌水的水，就是从这流淌出来的，这就是源头。对，哇，这个水太清澈了，这就是山泉水了。对，山泉水，我们迷渡人、密旨人，就是喝这个山泉水的。还有一个说，10个迷渡人9个会唱的，为什么呢？天生就有好嗓子，就是因为这个小河淌水的水。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小妹妈，要等哪一个？哎，太棒了！最后一句我听懂了，要等哪一个？对，那就是一个反问句嘛，就是说，你不等我，还要等谁？你不喜欢我，你还要喜欢谁？就是这个意思。几位都是专业的民歌歌手是吧？我们都是民歌传承人，传承人。是不是重要的节庆啊，还是说平时就会约起来到这儿来唱一唱练一练？平时都来的，我们都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唱花灯唱民歌啊，正月初七就是要上来这个太极殿有个歌会，龙灯会。哦，这儿会办歌会。对，会办歌会。这么一听真的是在小河淌水的源头，青年男女相约在此，对，以情歌对唱的方式来表达彼此的情谊，我觉得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迷渡人的一种浪漫。这个流水潺潺，而且大家抬头看，
1800年的桂花树。1800年啊，对。哇，抱一抱，抱一抱。被称作天下第一桂的这棵千年古桂花树，它的主干要4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每年农历8月直到国庆期间，桂花树都会开满了芬芳的桂花，绝对是香飘四溢。到桂花庆来旅游的游客都会一起抱一抱它伟岸的身姿，闻着那千年桂花香，再喝一口山泉水，唱着山下小河塘水清悠悠。要是在这个地方唱小河塘水，就更找得到小河塘水的感觉。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哎，月亮出来两汪汪，两汪汪。在密旨镇，民歌无处不在，但是一抬眼，花灯也无处不在。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花灯之乡。花灯和民歌有什么讲究吗？我们继续探寻之路，去拜访德高望重的花灯艺术家李寿昌老师。民歌引入地方戏，就变成了当地地方戏的曲调。所以呢，我们老祖公从江南来，600多年来这个花灯演唱中的很多曲调，实际上都是江苏、浙江、江西那方面的民歌的直接引入啊。走在密旨镇的古街上，头顶永远都能看到漂亮的花灯，每一个花灯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花灯纸扎技艺也是一项技术活，王海富的扎表技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啊！终于看到花灯了，好喜庆，好漂亮。这些就跟我印象中，就是小的时候逢年过节看到的花灯是那个意思了，但又不太一样。这个也是花灯吗？这个你看，这像一把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敲花灯时候用的道具伞。这个叫什么？筒灯。对对对，传统花灯当中的一种。这也是传统花灯。对对对。这样大的花灯在花灯表演的时候会在方阵的什么位置？放在最前面这个。最前面这个爬起来是比较威武的。是，哎，这个太熟悉了，我们那叫划旱船，在我们这里叫彩船。哎呀，哎呀，北京走吗？两块。啊，这个比我想象的要轻一点啊，马上就到了大洋彼岸了。我们要抛锚停船了。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花灯的上面这些图案是机械复印、打印成品，然后只是围上去、裱上去就可以了。没想到您看，每一笔、每一画、每一次琢磨，都是我们王老师用毛笔一点点的写出来、画出来的。哎，你看，说话间，我们这个菊花的整体的图画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啊，现在就是给它上色了。好哇，你看，很快这个菊花图就已经画好了。嗯，对对对，王老师。您花灯扎得这么好，我觉得这个花灯是不是也唱得特别棒？我唱得不好啊，这位师傅唱得比较好。哪位？哦，这位老师。对对对。哦，您又会扎又会唱。咿呀，北京漫漫的山，下来只见美呀阑珊。咿呀，美人见小郎，牵你小郎，扬一你莫唱。没有想到心灵手巧的扎表技师居然也是个民歌手，更没想到的是他们演唱的这首民歌叫做《虞美人》，在茶马古道上用音符留下了江南的韵致。今天正好是献花灯剧团送戏下乡，我也跟着周团长去务本村看看，感受一下当地乡亲对这花灯戏的喜爱。趁机说
亮狗当。你看这个演员，他在走路和过场的一些身段啊，有些像戏曲，但又不太一样，又有一点这种像秧歌一样的身段，嗯，是吧？是的，是的。如果您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来到密旨镇，绝对能够看到纯正的花灯戏。戏台就搭在田野村落旁，这里的花灯戏源自于传统的花灯调，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们看的是津津有味，可以说花灯文化几乎融入了密旨人的血液里。正好现在看的这是花灯歌舞，对，花灯歌舞。那刚才看那个花灯戏是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但刚才我看那个花灯戏没看到花灯啊。啊，那个花灯其实就是欣赏的灯彩，后来我们在灯彩下边所唱的、所跳的舞蹈叫花灯舞。起调叫花灯起调，那么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方戏曲里边，它就成了花灯戏，是这样的。花灯戏，并不是说一演戏就要有那个灯彩花灯在里边的，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花灯戏还在继续，远处又传来了锣鼓声，会不会又是花灯表演呢？走，看看去。这也是花灯吗？啊，中间还有一位小朋友，太可爱了！你看看，他也扭得有模有样的。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啊，咱们这个也是在表演花灯吗？是啊，我们从小就培养起来。你几岁？六岁。你这是刚才跳的什么？花灯。哦，我们在这里玩花灯。崴花灯啊，我们这个是银石的大吊袍，是在崴的，所以在这儿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您跟我们一起猜猜吧，浩浩荡荡这个队伍，大脚婆花灯表演起来叫崴花灯，哎，不叫跳花灯，为什么叫崴花灯？您跟我们一起猜猜。哎，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怎么出题了？猝不及防，怎么就崴到这儿了呢？怎么就崴花灯了？问二位呢，怎么还问我呢？我是知道答案的好吗？为什么叫崴花灯啊？二位，嗯，我觉得这个崴字啊，肯定不是走偏了意思。崴这个字啊，按照我理解，这跟舞蹈里面这个倒字有类似啊。你是舞吧，是一种肢体上的那种上肢，或者说整个身体的这个动作啊。但是这个倒呢，就是脚步啊。我觉得崴这个，是吧？你这脚步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啊？是个怎么个走法呀？是要带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哦，我一下想到，你看我们东北老家叫扭秧歌，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在模拟割稻子时候的场景。这边手这个拦住稻子，然后这边手拿这个扇子一割，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在里面。所以这个扭呢，就可能更多也指一些上半身的这些手臂的动作，下面就是四方步嘛。那这个崴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崴应该是一种咱们在这个当地花灯行进过程中特别的步伐，下半身某种特殊的代表性的动作，而且还代表他应该是他的特殊的职业身份。对，他不是叫大脚婆吗？是不是要跟人说媒还是干什么？啊，小妹心中啊，您也有答案了，咱们来看看。好，来吧。那为什么叫崴花灯呢？来源于这个道路拱洼不平。哦，这是饮马石嘛，原来走马的这个道。是啊，就是这个一坑一洼的。走起路来就是一颠一跛，一颠一跛的，所以说要这个来源于这个就是崴了，这个就叫崴花灯。崴花灯，您答对了吗？就是源自于这条道路原来是颠跛不平，对，崴出来的艺术，无崴不成灯。好，崴花灯我明白了，就是这样啊。那精髓是什么？您教教我，我也拿着您的道具，我感好像有感觉是吧？好，来，就是十字步。走起来要双脚落地，就是这个找平衡，找平衡。好，
哎，小朋友你会吗？你能掌握这个崴吗？你给我们教教我们崴好吧？哎呦，哇，很自然，很自如啊。啊，花灯广场此时此刻已经非常热闹了，这里正在举行元宵灯会。作为游客，我们平时可能赶不上这里盛大的元宵灯会，但是只要来到密旨镇，绝对是能够一饱眼福，零距离感受这花灯文化的魅力。密旨这个花灯的气氛真的是太好了，大家你们看到现在这个热闹的舞龙舞狮舞花灯，这些所有表演者，他们是农民，是工人，是小老板，是爷爷奶奶，是爸爸妈妈，甚至还有正在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只要说哎，我们的节日到了，要表演花灯了，他们换上衣服打扮起来，就变成了我们的花灯表演者，这种感觉太棒了。密旨镇每年农历十五十六的元宵灯会已经有130多年历史了，成为了花灯文化的活化石，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原生态花灯灯会。村民们热热闹闹的花灯盛况被誉为东方花灯狂欢节。对，这是济公呢，济公怎么跳？跳给这个哥哥看一下。啊，有模有样。有您家娃吗？有。哪个是？那猴哥你说吧。在密旨镇，每年的正月十五啊，都会举办啊非常瞩目的盛大的花灯盛会。可以说，全镇、全村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在这儿了。要不就是在表演，要不就是看着自己的家人在表演，这种感觉太好了。你看着他们，你儿时跟着爸爸妈妈看花灯的记忆碎片全都被激活了。你有多久没有现场感受过、看过花灯了？来密旨，找回这份感觉。太热闹了，就是我在旁边看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队啊，全都是这个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就是四五岁的娃娃代表队，旁边是爷爷辈的，就是这是我孙子啊，这是我孙女儿，等于是齐上阵了，他就一起在表演，你就能感受到当时那个氛围，下面看的观众也都是奶奶老伴儿，然后这个闺女孙女儿都是在表演，然后底下在这看着，那种感觉太好了。所以说传承嘛，都已经融到当地每一个人这个血液之中了，这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啊，确实是受到交通便利的影响，受到网络的影响啊，受到这种信息流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均质化了。就是发现，大家在北京的生活似乎在昆明也就那样过了，其实差别不大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寻回我们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啊，还是得从我们的文化传承上面去找，去找自己的根儿啊。而这些非遗的这些精华啊，会在学校里面去展示。是，您提到这个特别好。你看当地也是，在弥渡，孩子们课间跳的就是这个花灯的操，也是必跳的。看传承人呢进校园教他们怎么去摆花灯，那么生产生活也是这样。但凡有喜庆场合，开业或庆典，也会举办这样的花灯表演。密旨镇的这个花灯也好，民歌也好，在当地的传承的前景是非常好。我觉得这个跟从上而下的一种扶持，大家的投入都分不开。刚才其实小鹿哥也说到了，特别提到当地的这个民歌，我特别希望你在这儿，咱们在演播室唱几句，因为我听说当地不只是小河淌水这一首歌的故乡，对不对？还有很多民歌也跟当地是紧密相关的。有这么一首歌哈，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这歌哇，这两年在社交媒体、在短视频超火。这就是弥渡的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弥渡山歌》。李谷一老师在1984年。他就唱过这个歌，你看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融媒体时代，他又被开发出、创新出了各种不同的面貌和方式。对，其实民歌这个形态啊，它在很多时候它传递的是一种
情绪。对，你看他小河淌水的原来那个词儿哈，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你觉得它是个情歌，但是你走了这一趟，了解了马帮文化，你才知道这句词的意思。为什么阿哥在深山？因为阿哥是马帮，马帮在当时在那个年代是一种非常危险、不确定性强、非常辛苦的一种营生和职业。这个阿哥可能一年两年，或者说甚至有点意外，可能妹妹就见不到他。所以你在听他那句词，有一句像呼唤一样的叫哥啊哥啊，哦，你就觉得真的会掉眼泪。就是他的这种期盼、无尽的等待，甚至有一点点幽怨的情绪都写在这个歌里了。所以国外把它叫做东方小夜曲，是人类这种亲情友情是共通的，所以它能够享誉中外。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歌，包括《绣荷包》也是享誉全国的民歌，也是逐渐通过人的来来往往，大家就更多人传唱，一下这个民歌就传唱开了。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比我们想象中的它更多的起到一个交流的作用。所有的茶马古道的这种营商的队伍马帮都要在这里歇脚啊，进行信息的交换，走的时候就把这个艺术形态也带走了啊，于是就很容易扩散开来，这是最难得的事情。是的，共鸣了。对，共鸣。看来这儿咱们是又唱民歌又赏花灯，太热闹了。这个元宵节赶不上了，给自己定个目标，下个元宵节就来咱密旨镇赏赏元宵节的花灯。在茶马古道之上啊，还有一份独特的乡情在等待着大家，大家不要忘记家乡那口最独特的味道，来吧，我们一起去品尝。来到一个新的旅行目的地啊，如果时间允许，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我就能知道当地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在吃什么。这个地方就是这儿咯。啊，哇，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叫做泡过温泉的柚子。你看，就像我们人类的皮肤一样，它泡过水之后它就变得褶皱了。不是，这是柚子吗？这个是香橼。看看这个香橼哈，啊，它闻着就好香，褶皱越多是不是越甜越好？也水分又多，又这么又甜。咱们打开看看啊，看看这个里面跟柚子有没有区别哈。哦，哎呦，切开之后有点像冬瓜，薄薄的一层皮，这全是肉。啊啊，这些皮也可以吃。您帮我稍微切一块，我尝尝。好的。连接皮的这个部分的果肉，它确实有这个橘子或者说柚子这样的独特的清香，因为它都属于这种香橼科嘛。但是这个肉呢，你看，看起来有点像冬瓜，吃起来一点都不酸，非常香甜。香橼是云南特产的一种水果，会散发香气，所以叫做香橼。当地人常用来切片吃、泡水喝，还有止咳的作用。大家看这个啊，在香橼旁边密密麻麻摆的这个，如果让我猜的话，我管它叫萝卜，但是它放在了水果这个篮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叫它了。大姐，这个是什么？这叫紫萝卜，是吧？弥渡本地的紫萝卜。啊啊，咱们尝尝这个水果萝卜啊。哇，比这香橼还甜，而且它又有萝卜的这种独特的自己的清新的萝卜味儿。哎呦，你看这个水果有意思啊，哎，像穿了铠甲的葡萄一样，这叫什么呀？啊，秋老虎。秋老虎。啊，对。就这么掰是吧？啊，对。哦，看，秋老虎也叫黑老虎，一口下去有很多的籽儿，营养价值很高，是食用和药用的两用型水果。你吃完之后，嘴里有点像吃了一块糖的那种感觉，嗯，这个味道挺特别，比较淡。比较清香哦，小缅瓜，这真的是南瓜哎！你看看，整个摸上去像青椒一样，这个有意思。如果您到当地来，有机会自己做饭或者到饭店，可以点一个这个。看这芹菜多鲜多嫩，但它旁边这个菜可太大太高了。大姐，这叫什么？这是大青菜，就叫大青菜。这是弥渡当地特有的，你最常怎么吃？我
们就喜欢做煮汤吃。看看啊，这个青菜有多大啊？这得有一米多长了。嗯。真的，从纸从纸。哦，不好意思，讲错了，不好意思。您把我认成谁了？邻居了是吧？认成我儿子，认成儿子了。进了菜市场，居然被认错了。这也说明了老乡真没把我当外人呢。一进菜市场，立马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没见过的特色菜品，那真的是太丰富了。怪不得这里有“滇西粮仓”之称，各种蔬菜水果让我目不暇接，迷度大青菜、大芋头、紫皮大蒜等等。不仅如此，这里的酸腌菜也是特别有名。很多方便面配料中的酸菜都来自这里，但是这些都不是当地的明星产品。在菜市场打听了一圈，大家给我推荐的都是这同一道美食。锦题，特别的好吃，味道非常的好。米豆剪题，米豆的剪题，米豆剪题，味道特别好。卷题，它应该不是豆制品，就是某种肉类。我觉得应该快找到它。您好，您这儿有卷蹄这种东西吗？这就是卷蹄。啊，哦，不是，它就是一个猪蹄和猪腿连着的。不是猪蹄，当时是用猪蹄做出来的。不是猪蹄，但是是用猪蹄做出来。对。我戴个手套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从这儿看呢，您看它就是一个猪蹄连着整个猪腿，但是，哇，你看这边是缝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切开之后的样子是吗？嗯，对。明白了，您看，这个是完整的卷蹄，这个是切段之后，看到了吗？里面塞的这是肉吗？嗯，这个是绿鸡仔。我能尝尝吗？这样看我们就明白了，就给它破案了啊！你看这个最外面这一层呢，就是薄薄的一层猪皮，但是猪皮下面呢没有任何的脂肪，也没有它原来的骨头，都剃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像这样一层一层的里脊肉。嗯，对。嗯，有点这种酱豆腐，或者某种食物发酵之后的那种发酵的香味儿，又混合着这个猪肉的香味儿。但是我特别好奇，这个迷度卷蹄怎么变成了这样一道这么奇妙口感的食物，是怎么做的呢？尹福是专门制作迷度卷蹄的手艺人，他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这迷度卷蹄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啊，让它有了如此的风味，而且畅销了500年。据说这个做法在500年内都没有变过。对，500年一种吃法，500年保持传统的做法。咱们来看看制作这个卷蹄都会用到哪些调味料哈、啊，就这三坛。对，三坛。这是盐。对，这是盐。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做卷蹄的调料，里面有好多种香料，它有草果，有那个小茴香，有八角等等，好多种调料。这一坛呢是红曲米，这个是我们做卷蹄的必备的调料。它是卷蹄的灵魂搭档，就是从最早有这个吃食，就是离不开这个红曲米。对对对，就是粮食的味道。对，有一股淡淡的米香味。迷度卷蹄的制作中，这罐红曲米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以稻米为原料，用红曲霉素发酵而成，是天然的食物色素和调味品，有600多年历史了。离开了红曲米，迷度卷蹄也就失去了它的颜色和风味。行，您继续，下一步是什么了？下一步我们要烧红曲米了。这个呢是我们本地高度的老白干。哦。对。再点一个火，这样整盆就红曲米和高度的白酒就燃烧了起来。对，为什么要倒入高度白酒之后再给它点着，还在不同的搅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让酒精挥发掉，那不倒不就完了吗？对呀、啊、真不知道。
你注意看没有？它点完之后颜色有没有变化？好像变深了，好神奇啊！红曲最终还是为了让这个卷蹄染色啊，这最大的一个用途啊，你要让它更容易的融在这个里面，要不然怎么去染，是吧？这是促进它的溶解。当然还有更重要一点，要避免一些其他的杂菌的污染啊，对对对，控制不想要的微生物进入的一些这个功能，就是开启了一道天然防火墙，对吧？所以听完石老师这么一说的，我只能说这道题啊，是不是您出的呀？来吧，咱看看正确答案。来吧，看看。好，现在这个火焰已经燃烧了至少30秒了，像颜料调出来的深红色。对对对，这颜色怎么样了？达标了。所以不但颜色变深了，这个味道好像也更浓了一点，是吧？它有好多种的，有3种的。第一呢，它是提色；第二呢是增香。这个烧过的曲米和这个肉，它会碰撞出一个，就是很浓郁的那个米香味。它那个本身红曲米和酒香都给融合在一起了。对对对。第三个呢，它是有天然的防腐剂。变慢了，您看，红曲米随着我们高度白酒的燃烧，出现了3种变化：颜色变深，对对对，味道更浓郁，对，还是天然的防腐剂。对对对，您答对了吗？加入了红曲米之后的卷蹄，用糯谷草捆扎之后蒸或者煮，出锅后再按照个人喜好或者原味或者酸腌菜腌制，吃一口那绝对难忘。蜜纸人不但秉承了迷度卷蹄500多年的制作特点，也保留了逢年过节或者冬季来吃卷蹄的习惯。作为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如今在蜜纸镇的大小餐厅里都会有这道菜，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一饱口福，而且还能作为礼物带回家乡馈赠亲朋好友。来吧，就在演播室，小鹿哥从当地给我们带来的卷蹄儿，尝尝看。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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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可是说500年前跟现在一个口味，这还真是肉感十足啊！外面这一圈儿就是猪蹄儿本身的皮，然后里面塞的都是肉，中间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条红色的分界线，这个就是用我们刚才的红曲米倒上酒烧开了染的色，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在吃。对，没错。这好香啊！而且有点微微的那种酸味儿，恰好就平衡了那个脂肪的油腻感。天哪，这个好香啊！这个味道跟我想象的特别不一样，它就吃到嘴里，你首先感觉确实是肉感十足，扎扎实实的一大口肉，然后嚼着嚼着就出现刚才说到的那种有点发酵的感觉，酸酸的，微酸，然后同时它跟肉融合在一起，就把肉的那个香气又给提升了。你看，这就是你看通过这个切面，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大家可以带走的伴手礼。对，这一小块你看尝一尝非常好。石老师，我特别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红曲跟这个卷蹄是这个500年的搭档，百年修得同船渡，这500年里面他俩这个搭配就没变过，他们俩能够这么长时间的不分不离，是不是有他背后的一些逻辑和科学道理啊？那当然，那个红曲是他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啊？还是在我们酿酒的过程中啊，意外发现了，没控制好，结果变红了这酒那当然了，也还会出现变绿的情况啊，灯红酒绿就是这么来的嘛。恰恰好应用到了一些食物身上，它比较好。而红颜色呢，恰恰就是一个能勾起人食欲的颜色。所以我们人最喜欢的两种出现在食物里面颜色，一是红色，二是黄色啊。这两种颜色通常代表了果实成熟的颜色啊。我请你们二位啊再尝尝尝尝这个萝卜。这个胡萝卜颜色好深，紫红紫红的。你尝尝甜不甜？特别甜，而且水分特别足，而且特别有胡萝卜那个香味儿，是不是？这个算不算是这个胡萝卜界的祖师爷了？啊，还真是，真说对了。在野生状态下啊，胡萝卜的祖先什么颜色？从这个白色、黄色到这个橙色，到深红色、深紫色，它全有。天哪！就是摆一圈
那就是彩虹色啊，只不过说在中间一段筛选的过程中，有一说是说荷兰的朋友他们喜欢这个橙黄色，结果就优选了那些橙黄色的胡萝卜，于是那些胡萝卜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流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人为喜好影响食物颜色的经典案例了。嗯，好吃吧？这个停不下来，这个吃起来太上瘾了。我跟你说，月月，那个云南大理这个农贸市场太好逛了，闭眼入，就那儿的菜太新鲜了。第一个那个最大的那个，你说泡了温泉的柚子，那个是香橼，香橼。它更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闻香味儿，实际上就是这么记载的。慈禧，她最喜欢就是闻这个香橼的味儿，所以在她的这个寝宫里面，其实摆满了这个东西啊。当然，它这个香橼啊，它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变种啊，我们叫佛手。哦，佛手见过哦，跟香橼比就是小了好几号。对对，做香水用的香料之一。就是那个佛手啊，像这八点鱼一样啊，有点像手指这种，它实际上也是香橼。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应该感谢香橼，如果没有它的话，就没有另外一个柑橘家族的一个重要的成员。谁？柠檬。啊，那个柠檬是香橼和酸橙结合产生的爱情结晶，他们俩联姻出来个柠檬。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柑橘家族的杂交的这个历程当中，有一个典型的规则，就是如果两个个头不一样的杂交啊，就更偏向于小的那个；如果是两个这个味道不一样的杂交的话，更偏向于酸的那个。原来酸也是爱情的结晶。所以我们今天吃柠檬的时候，你第一要想想，感谢香橼，感谢香橼，感谢香橼。听说在密旨镇，这美食可以从早吃到晚。接下来咱们再去夜市转一转。听了一天，唱了一天的小河淌水，此时此刻，我需要点汤汤水水。来迷渡美食街，美食不迷路，走起。哦，你看，这是饵块，烤了之后呢，焦糊状，里面再卷着一个油饼。饵块是云南的特产，将蒸熟的大米冲倒，直到黏糯，并有一定的弹性，很有嚼劲儿，很香的。它表面已经是烤焦了，你入口呢是先吃的是酥酥脆脆的，然后你吃到里面这个油饼呢，又是这种也加热过的这种油香味儿，然后你慢慢咀嚼。大米的这种软糯感又出来了，啊，哇！你看这个好漂亮啊，上面还有一个大红喜字，这一看就是我们有喜庆场合必不可少的一种。这是什么？这是米糕，喜庆米糕。我来一块。好，尝一尝。这个糖啊，降到好处，你要太多了也太甜了，这么一层薄薄的一层正合适。红曲冰粥啊，哦，哇，你看，冰粥确实有冰的，这全部都是红曲米啊。红曲米跟那个我们本地那个香糯米。香糯米、红曲米，哟，这么大的冰块，解暑的一个小吃。来一碗这个红曲米粥，我尝一尝，好吧？好。这个是主角。哦，还放调料。这个是我们米豆的那个桂花酱。爽口。这个红曲米的味道呢，已经炖得非常烂了。对，你吃很多油腻的炸串咸的，来个这个就很解腻啊。在美食街上，各种小吃已经让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了。接下来又有什么好吃的呢？当地的朋友说呀，这才是些小吃，特色菜还没尝呢，都已经做好了，赶紧入席吧。现在大家看到的面前这些菜，是当地人推荐来到弥渡千万不能错过的几种必打卡的菜。我有认识的，这个我认识，这是卷蹄，其他几道就看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一桌就是来我们弥渡大家要品尝的，有地理标识产品的地标宴。也就是说，每一道菜的食材都是有地理标识的。哎，对。哦，这个是大鱼头。哦，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那个
早市里面看到的那个大芋头。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粉蒸肉，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对对，我尝一尝。哇，酸的。对对对，它最酸的部位是在舌尖儿。哇，好酸。这是什么？这是酸肉。对，这就是我们弥渡的酸肉。这个你随着嚼它，虽然它酸，但是口舌生津。它虽然是肉，但是我觉得它这作为凉菜，它讲超级开胃。密旨人爱吃酸，除了酸腌菜，还有这道酸肉。它也是用当地的土猪肉通过酸萝卜丝腌制发酵，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酸味。这个是？你猜一下。类似于一种粉类的，这是我们当地的迎接黄粉。你看它这个黄，知道这个颜色怎么来的吗？怎么来？尝一下。哦，是黄豆吗？是豌豆做的。哦，豌豆。豌豆粉。这一口咬下去，豌豆这种淀粉的高质的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它这个透明状的这些是什么呢？那就是它专门制作的皮，就在我们搅这个黄粉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皮拿进去，然后把它冷却掉。眼前的各种美味来源于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成为了密旨镇当下最时尚的美食打卡项目。所以说了这么多，真的是希望您能够有机会亲自来这儿尝一尝这独属于弥渡的独特风味。天哪，我看这个短片从最开始的羡慕到后面有点嫉妒，现在已经开始咬牙切齿了，就想吃。太香了，每一个都正好踩在我的那个美食点上。你看刚才那个地标宴啊，用了很多食材，什么芋头、大青菜啊，很多都是叫当地叫地理标志。我们该怎么理解，石老师这个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产品它是有一套的专门的评估的规范的啊，它是跟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还有跟人文历史是都有关系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标识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就适合种某种蔬菜，比如说哎我们看那个粉杆大青菜，哎就适合种它。那我们比较熟悉的烟台的苹果，烟台苹果，对对，阿克苏的糖心苹果是吧，啊包括说像这个秭归的脐橙啊，那这都是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长知识了，开头我就说这个地方我太向往了，看完这个片子我必须得去了。期待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亲自来这里看一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呀是共同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的密旨镇，这里呢不仅是小河塘水的故乡，更是民歌之乡、花灯之乡，更重要的是朋友们能够在茶马古道之上感受到独属于您那一口家乡的味道。期待你们有机会来这里旅行打卡。嗯，是的，就像月月说的，这个地方有袅袅炊烟和古树，漫漫的时光，旧旧的路，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觉得行走和停留是旅行的必经阶段，而行走和停留也是我们人生的感悟生命的必经的阶段。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朋友们，再见。再见。